看你昨天表现挺好，要不你吃点吧。我吃你那玩意儿。是不是给你点脸，你再脸，让你吃你就吃得了。那你给我烙两张葱油饼去吧。哎呀！这啥呀？这是、啊？三年，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，再来一口！啊！先把面吃掉再说。还是爹给他留着，先吃个够吧。不是你让我吃的吗？不是你让我吃的吗？哎呦我的妈！